看看，今天是谁的生命要被我蹂躏？余波，余波我不知道是谁，我就知道余文波。全军出击！痛苦是生命的意义，对于他们来说。你哪有伤害？你跟我说一下，大发明家的，你把你那伤害给我打出来。哪有虚区啊？这我这叫征服者。完了。小伙子，我不用你搁这儿跟我放小炮台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我就要你性命啊！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放炮台，我都给你拆过了，我跟你。哎，哎呀，这怎么生了呢？他什么时候生的呢？他生的时候我没看见啊。我的问题啊，我没注意他生了。我要早知道他生了，我不带跟他打的。先来个法川海，全都是渣子。大脑的啊！咬你一命！我的炮车，我不用你跟我俩搁这烧啊！你给我回来！不行，好像打不过。哎呦呦呦！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本以为能坚持更久呢，这种饥渴很快就会被你们吞去。谁乱配置了？没关系。他们欲求不满。先来个大棒子，来不来大棒子呢？不来大棒子了，我们不需要大棒子，我们先一个小黄书，加上一个黑暗封印，
我们就开始秒大头。嫦娥杀疯了，谁是嫦娥？俺是嫦娥，嫦娥有点狠的嫦娥。没关系，我们家有阿木木，而且大头这种东西很好杀的，没有位移，直接往他屁股后边钻。你需要放松一下。哎！哎呀，距离不够啊，可惜了。我的问题，我对于寡妇大招的距离啊，还是不知道到底有多远。怎么的呢？这大发明家。你别动他啊，我看你出不出来，来，我看你出不出来，那兵线就一直往那儿放啊，你就这辈子也别出来啊。 Shut down. 啊，那大发明家啊，这辈子你也别出来，你就在这一直待着啊，俺俩就在这耗着。我最喜欢的东西，第一是痛苦，你这辈子你也别出来，是人类的痛苦。你他妈的怎么还带个魔法盾的呢？急了，急了。我寻思我差不多应该能秒他这个伤害 ，W 巨龙不用解满，中一手直接 Q E 应该能死。你这个魔法盾没算进去。没事，我十秒有大招，你别动弹啊。哎呦啊，这虚区，这虚区确实是有点高，我得叫人了。买个针眼确实比较膈应人啊！快过来，阿木木！哎呀，我不上！为什么会来个小炮？死了！漂亮啊！错了啊，波尔比，波尔比，波尔比，可以接受。看见他大头儿子，我脑袋就疼了，真的。你说你俩同样是大头，他头比你头还大，为什么你就这么拉胯？啊？为什么？漂亮，大头儿子。看看人家，看什么人家？我一开始说的就是这大头不行吗？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大头吗？每个微笑都是即将被撕裂的嘴角。
你要干啥呀？给我舔他来！哎呀！哎，他不来好了，他不来这梦眼死了吧？他不来梦眼必死，给吓跑了，给闪吓出来了，操了，真是！来是。这怎么一直有个炮弹搁那打我是什么意思呢？谁呀？我让他们痛苦。你咋的呀你呀，你怎么就一直打我？别急啊、哦！我靠，居然会有沙漏这种东西！后来我披上了他的皮，打不死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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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吓人呐！嫦娥，你是要杀疯了吗？嫦娥，啊！你干啥呢，嫦娥？不能让他回家啊！这大头儿子指定，这今天肯定是不能让他回家。算了，传送到那个位置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能走，啊，小意思，小问题。我觉得如果我们一直跑，肯定是能走。你确定要一直追吗？啊！哎呦，我能回血，你能吗？啊！你吃屎！你吃屎！你吃吧！你过来呀！啊！你过来呀！你给我过来！你过来！再见，我走了。我还能回血，哎，我还能回血。我无限回血，我一会儿就有大招的蓝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一个刺儿加个 R 我就把你收了，正好我们马上升十一，我不用你在那晃悠晃悠来晃悠去的啊。
我用不着你在那晃悠，你等着，等你等你这扫描没的啊，晃悠啊，晃来晃去的。跟我玩，我不信回血，我打你一波，我跑一波，回家了。回家没家，窃魂卷。有人让我穿点衣服，后来我披上了他的皮。下路干一波，下路没大呀。你也得死，小妹妹，小弟弟。直接美甲窃魂卷就十六层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对面人过来了呢，我寻思那波比来了呢。哎呀，我们走。美甲窃魂卷，我们赶紧隐身。我们已经二十层美甲窃魂卷了啊！你把他 A 了不行吗？那不都死了吗？这家伙！没想到吧，你也没想到吧，还没想到吧，没想到吧，这回你是真是没想到吧。你给我发什么信号，我在这杀人是无敌的。没人呢，怎么小兵从你的胯下过去了，寡妇，说你妹妹，给他特别的折磨，你在那说啥呢，从我胯下过去了。完了，哎呀，我的美甲窃魂卷呢，稍微差了点虚区啊，虚区不是那么特别高，我推推棒撞墙了。没有大招，下回不要那么玩了啊，下回没有大，我们坚决不这么玩，下回必须得有大招。伤害怎么都差一点，正常感觉应该伤害是够了。四个药，这波全杀。把小龙拿了，轮着吧，十八五，
好啊，轮着吗？不救我轮着吗？行啊，轮着吗？跟我耍脾气，轮着吗？不还得是我的？行啊，轮着吗？咱们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小妹妹，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啊！轮着吗？我感觉我得杀梦魇儿，你知道吗？梦魇儿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克我。好，轮着吗？怎么这梦魇儿打他身上不疼是个怎么回事呢？这梦魇儿，红惩戒吗？给我套了个虚弱是吧？嗯，泽拉斯一开始给我套了个虚弱。死亡真是扫兴。没事，等我们猫着，再加上我们法算棒的时候，哼。没到，先不上了啊。像燥热的呼吸，我的爪子，这就是主持漫天飞雨。再来玩，怎么藏起来？这么狠呢，我这小老弟啊，这干哈来了？这来了，这都是些什么样？那波比往脸上飞呀、啊，那波比，哎呦天哪！完了，我怎么 AA 防御塔了？漂亮，亚索。完了，先把他中路拔了。对，先把他中路拔了。拔完以后，先打大龙啊，先让这些中立资源啊都消失了，知道吧？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掏一波钢。来掏一波钢，搁这儿等一会儿，谁来谁死。我瞧瞧，这是还在作为人干的事。
先掏一波得了，是。没关系，在这儿等。940。拿下了呀，先不拿下。一会儿再拿下。家了，假装回家，其实不然。再见，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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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正好回家出波装备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美甲窃魂卷不着急，随便掏两个人也就满了，没事。打大龙啊，这完了，这阿木不死了。那大龙那边人有点多，轮子吗？轮子吗？死了吧，轮子吗？痛苦是生命的意义，对于他们来说。这边有大啊，可以先掏一手，看看掏谁。你们撤一手。我这一阶，哎呀，好风墙！21层了。可以冲，但是不可以看。这 ADC 跑的有点快呀、啊。寡妇还是不太适合我玩我。